上不去啊。这是土。这个坡咱上不去了。嗯。冲也冲不上去。有没有其他路呀？现在在海拔5000多的，高原上边，这个坡我们冲不去了，冲了好几次都倒回来了。原因是这个坡上边有很多的土，本来土就难冲，又加上坡，就是难上加难。现在到这个最下边，猛冲一下，看冲上去冲不上去。只要这个坡实在是太长了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天马行空的牛呀！看一下这个坡有多难整。都是这种沙子，一冲不上去就废了，就我们俩今天就走不成了。天阴了，快下雨了，我得赶紧走。这个坡是我们今天遇到的，就是最难上的一个地方吧。虽然说前面有陷车，但是也没有这儿难。它这个路都是土，面包车上车特别费劲。前两次没上来，我以为这个坡今天要把我困在这里，还好。